前可以坐地铁的，因为我已经去了夏威夷再回来纽约，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坐地铁了。哎呀，这下雨了呢，不过还好我是有备而来的。Hello， 大家好，我是伊林。今天呢，我要在这里撑伞和大家见面。你看这纽约的天气，现在五月份快六月都来了，我还要穿着这件 hoodie， 就是纽约的天气会稍微还是带有这么一点点冷风的。那我为什么今天下着雨，我还要冒雨撑伞出来拍视频呢？今天是 Supreme 的发售日，据说今天是发售一个重磅联名，是和已故歌手 Michael Jackson， 也是我的偶像，居然和他联名，和他联名肯定会很火爆。现在我就去这里发售现场看一下。黄色的，我喜欢红色的。有，买到了？没有。你这是啥？哦，这个是买到一件。我冇见底啊！哇，好型哦，条裤。哇，鲨鱼哦。还穿上了呢，金色。舒服吗？太喜欢。有气垫。可以蹦，可以跳。这么多人撑着伞排队。Genuine color, genuine color.不仅仅是正门在排队，就连这边一条街，而且连着后面这栋楼的后面都还有人排队呢。今天虽然潮人挺多的，但是貌似都撑着伞打着雨衣，你也看不到他们穿的是什么东西。What?这还有一圈呢。晕了，雨水把我的镜头打湿了，我是不是有点蒙蒙的？我站的这个位置就是 Supreme 队伍里的最后一名这个位置。其实他这栋楼后面的他们是没有号码的，就是星期一的时候你得先拿号，拿号的话你就排在前面，那后面这些呢是没有号码的。现在已经是下午的3点了，才到160多号进去，那这些没有号码的基本上是，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他们是进不了门店的，所以呢还要在这里冒雨的排队，值得敬佩。Supreme 的隔壁的隔壁 Diamond 似乎比较冷清啊。这个虚虚的背影是属于一个很唏嘘的人物。Boom!现场交易，还没进呢。你排了多久了？
站着这方方仨多小时了。哎，他在里面，大白。我朋友他是194号的，现在4点了才刚刚进去，下一个就是他，一股股大麻味。啊，对对对，就是他，他拿最后一件。这裤子挺好看的，去哪买的？问一下他。你这裤子在哪买的？淘宝啊。你这裤子在哪买的？福利买的，福利买的。淘宝啊，这么牛逼，发个链接给我。你这个也是啊？你在哪里买的？啊？很多老黑都问我颜色。你要不要黑的？你要不要黑？哇，豹纹。没事，你收到。得过，收我两嚿水啊，差唔多。呢件衫其实要拉链吧。得过，后边系啊，后边仲有拉链喎。装咩啊？装钱。装钱装喺后边。装咩鬼嘅后边啊？诶，黑色里面还有啊？啊？黑色嘅啦。Everything I just get sold out. Yeah, get both, get both, get both. Get them all.Box logos, cause we don't fuck with polo. I will trap for some supreme. I blow racks all on that preen. I be stacking all my green. Used to spend it all on preen. Yeah, bitch, you tryna fuck. Cause my shirt is say supreme. I be trapping for some. 我今天呢，因为我没有拿到票，所以呢，我就没有买什么，就是来到门店看看，就看他们怎么穿着吧。其实我觉得我也挺喜欢，就在门口看看这些人，这些潮人们他们。穿着打扮啊，穿了一些什么鞋子，配了什么裤子，还有衣服。又介绍我的朋友 Akon， 他呢，他是刚从国内到纽约，其实他自己也是有之前有在纽约待过，他也是对这些街头文化也是比较了解的。Shout out to 印尼，没有印尼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我去，不会在这里。还有我自己的频道。对他自己呢，他也是做这方面。潮流啊，还有这些鞋子、球鞋的视频。那他的频道是什么 ？Kitchen 球鞋，请订阅关注。喜欢篮球还有 Hip Hop 的朋友，记得关注这个频道。啊，对，他是比较喜欢篮球方面的球鞋，还有就是篮球鞋啊这些球鞋收藏，他都有介绍。那可以去他的频道看看他的球鞋视频介绍。这里有球鞋机 ，A Fear of God， 直接就 resell 了。要不要玩一下？喂，现在不是不只是可以拿球鞋啊，300块钱现金呢、啊。Shout out to my sister. Shout out to my bro. You know, everybody got YouTube. He's your bro? Oh, bro. I'm big homie. They understand. You know that? Yeah. Yeah, we know you. What's the channel, bro? I show you. Yeah. Okay. Subscribe. Okay. The bell on everything. Thank you, bro.Oh, we are the same. Oh, yeah. Yo, look at those. Don't record those over there. This is bad. Don't record dumb shit. No, this. No, this is better than that. Kill yourself. Hold it. Should I hold it? Yeah. Hold it when you're going up.哦，是。你要300块吗？快点。那么，那差不多就六。可以啊。Before you press it. 哎呀。You messed up. 太高了。You gotta move this. You gotta move it until you wanna go. And then 对啊。Over. This way. Move it over. No, let him do it. Be quiet, bro. Already done. No, you gotta wait. 你要左右去调。自己升上去的吗 ？Don't press this yet. Don't press this yet. 你不是？对你先调位置，你先调位置。那你又叫我一直不要放，我也忘了其实。No, hold it. Hold this. 觉得合适。Okay. Do not press. Hold it. Okay. Hold it. Hold it.
Yeah. And let go when you want to lose. Let go for the easiest. Go for the easiest. That we reach, right? Hold on. Yes. No. No. 喂，太低了。Oh. 你第一次玩？第一次玩。嗯。第一次玩就这样。下次就先调位置，然后再。调那再摁那个，没有没有。对面是 Stadium Goods， 然后旁边刚开了那个 Palace， 可以去 Stadium Goods 看球鞋，然后去 Palace 看衣服。Off White， 它有时候会有一些新品补货。哎呀，还买了东西呢。Yeah. 买了啥？买了个帽子。我看一下，哇 ，Palace 的包装还挺精致的，至少比 Supreme 要稍微好一点。24K 铝白金。是吗？那我要戴子晴了，你要帽子？哎，陈冠希好像之前有一顶，是吗？带有一顶，他拍那个叫什么？触及什么了？触手可及，触手可及啊，对，他有戴，但是他戴的那个是深蓝色的，好像。现在没声音啊，没话说啊，现在。啊，你看，狗仔就是这样啊，狗仔就是这样吗？现在为什么Supreme 呢 ？Supreme 这么火，然后现在 Paris 也已经进驻街头了，特别是在美国，很多 rapper 在他们的music video 里面频频出现 Paris 的帽子，然后今天难得来到这里，一宁把我领进了纽约这里，试一下效果。现在试一下。有 Palace， 哎呀，哎，好像大了一点，你要不要调一下？反着戴，哎，它这后面有这 Palace。对啊，对对。必须有的，不然别人都我以为只是不然别人就看不到。我以为只是前面这里有那个 P 字。P 啊，关你屁事！拜拜。拜拜 ，See you。See you。嗨，好久不见，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来看看今天，刚才我跟朋友。借了一件他买到的卫衣，要知道卫衣很难买，今天好像160多个人进去的时候就已经买不到卫衣了。这个迈克杰克逊的联名，他的衣服设计呢就是这个图案，他好像这个是一个专辑叫什么 Billy 那个，这个专辑呢都是比较经典的，相信大家一定能知道这个专辑，还有迈克杰克逊的里面的一些歌曲，还有他的太空步，满满的童年回忆啊。同样的，他的 T 恤呢也是这一个图案，所以呢他的卫衣和 T 恤的设计是一样的，只不过卫衣他在帽子上它就多了这个 Supreme。 这回 Supreme 和迈克杰克逊的联名，除了 T 恤还有卫衣之外呢，还有那个滑板，其实我觉得那个滑板是这回发售最抢手，相信喜欢 Supreme 配件的朋友呢一定会不会错过这个收藏的机会。除了联名之外呢， Supreme 也有自己按照自己的惯例出了自己设计的单品，那这回的设计单品说实话没有哪个是我看上的。好了，今天 Supreme 和迈克杰克逊联名发售的这个现场发售盛况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要是你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你也喜欢街头文化和球鞋资讯以及美国生活，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会不定时的去，好像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拍片，希望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会付出更多的时间去拍摄影片，来给喜欢美国生活还有街头潮流的朋友们观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次见，拜拜。